口笔意，七言律诗，唐·李商隐。渔鸟游移未剪书，风云常为护楚虚。图灵上将挥神笔，中见降王走转车。观月有才真不甜，关张无命欲何如。他年锦鲤经祠庙，梁父银城恨有余。诸葛亮如果生在当代，一定是个大 V， 三国人物中似乎他的粉丝最多。孔明先生治军极有威严，连猿猴飞鸟都畏惧他的军令，连风云都护卫他的营垒。然而如此神通广大的他，都没能阻止蜀汉亡国的命运。诸葛亮生平常自比周朝名臣管仲、乐毅，然而大将关羽、张飞死后，他又如何力挽狂澜？诗人当年路过武侯祠，吟诵偶像最爱的诗歌《梁父吟》，为他壮志难酬的结局唏嘘感慨。末句的恨字是诗眼，也是诸葛亮一生的总结。不是怨恨，而是无力回天的遗憾。